咱那欣赏小弟背后这影片，同时现在咱首先吼带来头一项咱暖场节目，是由咱小太阳舞蹈团，也是咱这长期以来伫咱泸州地区非常认真的林丽丽代表所率领的少年舞蹈表演。首先带来这头一项节目是彩虹时代，来掌声鼓励起来，谢谢。感谢我们这些相当有活力啊，这些小朋友。第二首曲目，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同样是由我们小太阳舞蹈团，我们林丽丽代表所带来的。现场你看到这些美女哈，她们带来的曲目是《我的心里只有谁》。建平，较大声啦，中昼食饱尔吼，同齐发大声，李建平对吧？我的心里只有李建平，你好，对不对？对，对不对？对。哦，你电话你看较大声，你嘛靠神，那么在妈妈的哦，然后拍摄出来表演了，来，掌声欢迎我们林丽丽代表的所率领的妈妈乐，谢谢。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啊，董事长，谢谢您哈，咱姐啊，也该见面了哈。